你是明天主持的吗？下期主持对，知道。那个说王博文比我帅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水咽下去，就是他不能那样含着水，就感觉我很恶心。这件事情就不成立，就感觉本身不对，感觉吧，就很认真的、很真诚的说王博文比我帅，王博文比我帅。就是唱完歌之后把那口水咽下去，然后很真情的进行这个调。是。好，来，我们挑战，看好了，下一期多次邀请接受挑战。我们来，哎呀，太小机会了，开心啊，太开心了啊！谢谢你们节目组啊，谢谢你们给我报仇的机会啊！下一次的那个那啥啊，太开心了，过几天多次接受挑战。刚才你讲到你们一起录的一个综艺，我觉得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咱们送出福利，在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，粉丝后天把它冲下了时间之后呢，这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最近也有热播剧，然后也有像刚才说的综艺，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。除了呢发了新专辑《星》以外呢，然后我还会举办签售会，11月2号会在成都，11月9号会在玉林，广西玉林，然后12月14号会在上海。12月22号会在深圳，然后其他城市也陆续公布，但是应该没有一两家了，就基本就差不多了。也就是11月和12月两个月的时间当中，对，基本差不多。对，然后呢，除了签售以外呢，就是把我的《无聊日志》的新戏啊，就是《初恋那件小事》里面的王一超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让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看。然后就是看腾讯视频每周三的《小哥哥的咖啡店》这个综艺啊。正在热播当中的影视剧，以及正在上线的综艺，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全新专辑，都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参与。到此刻我们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今天在线人数有没有突破200,000呢？今天粉丝贡献榜上面究竟谁会获得福利呢？请切我们的直播页面来有请。OK， 来看一下粉丝贡献榜前五名。现在我们要现场来录制这个播音了。我们现在公布一下，第四名和第五名将会得到的是签名照，第二名和第三名将会得到的是两个亲生的娃娃签名，而第一名 Morning Call 现场录制。来，给我们的小爱小手机。哎，我怎么录那个闹闹女儿？就你不要用麦克风，就专门录给他的，专属于他啊。这些好多人。对。好，你想一下。这是专属于我们的音乐的吧，认真的在这里。好了，想好了。他们有常规的，也有特别不常规的，有跟人深情的，也有把人吓醒的。谢谢大家今天在中国新乐坊上面跟小白的这个 party，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，让我们多多支持。
小白的新专辑《正在热播的歌曲》，以及我们的综艺节目，希望小白成绩非常非常好。然后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时候，我们现场更近距离的互动，好不好？今天的互动心愿榜就是这样吧。再次谢谢各位，谢谢。